的西红柿又大又多，这是紫色的，开始红了，一串一串的，真不错，就是有点慢呐、啊。这边是倒伏的那个小灯笼，哎呀，一大批全倒了，昨天下大雨。没有变红啊，这边是我的豆角南瓜和玉米基地，豆角长得很多，很不错，但是这个玉米长得又细又小。南瓜倒是大叶子，但是结的瓜不多。现在是傍晚，所以花儿都收起来了，早上是盛开的，但是还是红花多，雌花少。我的黄瓜基地也成小山包了，很茂盛，不过黄瓜也确实结的不多，到现在有七八根吧，现在有一些小的在能看到。先别拉秧啊，快点跟接一点果实吧。旁边这一颗南瓜串上去了，好的，有西红柿也黄啦，有大型西红柿，也有这种樱桃小西红柿。这里是我的另外一批豆角、南瓜、玉米基地。早上摘一盆，晚上又摘一盆，看看花盆温室里的西红柿也都红了，小黄瓜一只只一串串，屋背后那小黄瓜能看到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嗯，还不错。这是我那一颗西瓜，现在也有大拇指盖这么大了，看看它能不能也像另外一颗长起来。后面是我另外一颗黄瓜，盆里种的，能结出七八颗黄瓜，还真是不错的。这里结了一个大大的 squash， 旁边还有很多花儿，但是后面结的瓜都脱落了，营养不够。这里还有一颗，但愿只能长大吧。这里藏了一颗大的黄色 squash， 有小枕头那么大了，长得真好，今天准备要收获了。看，沿着藤往上，后面还有一颗，很快也长大了。再往上还有一颗圆的，是从另外，哦，两颗，刚发现，哎，从后面一颗接出来的，真好。看看，这就是刚才一小时的在我的菜地里的收获。